好，收集上，说你去北京带了什么回来，请他们回去北京，不用透过你从北京回来台湾，对，转一边，不要可给我，不要可给我，不要理解也算，是会透过去厕所清干净的，请他回到北京去，不用你从北京回来，然后又要等你去北京再安静。因为我们其实是很熟的客户了，然后呢，他自己雷士修行也不错，他这辈子的工作经验呢，可以到处跑，那他竟然突然想来找我，就觉得他应该要来找我，吐干净，你带太多了吧？你去长城吗？因为他们有一些都是爬长城啊，被砍死的，然后他们觉得你好像一个大磁铁，就把他们吸住了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次你也是蛮强厉害的那种将军，其实他们也很倒霉，就因为你有很强大的像吸铁的力量把人吸进来。然后我跟他们说，那是因为有一辈子你是女巫嘛，女巫就很厉害嘛，那有一辈子也当过将军嘛，所以充满了血腥味。你自己的守护神可能觉得这样下去是不行的，对，这批老灵魂如果让你带到上海去，可能会影响你工作的。而且他们从北京来到台湾非常的不适应，还有去一些古古桶哦，你敢袂感冒，然后食药拢食袂好。啊，你阁无去吃吼，辣还是迄种，也阁拢有食。我本来就没在吃。他们说你们太像某一个郡主，他们还研究为什么郡主变得这么丑。哈哈哈！哈哈！上吊。努力的。努力。你不知道边疆的，在边疆，郡主算很大。然后他们看见你太开心了，可是跟你回来到台湾，一直观察，一直看，怎么研究都你都不像是郡主，你只有眼睛、鼻子、嘴巴像，什么都不像。那已经是多少年前了？千年了，差不多。然后他们这样子吐，然后就到云端去，要回去北京，然后转回头。为什么郡主可以变成这样不男不女的？因为古时候的郡主就是很漂亮，然后梳妆，然后现在这样就是。而且在边疆每天都要骑马，你身材比较好，然后那里面吃的东西又比较。你记得你的前世记忆了吗？要不要跟这些你的兵将说、啊？跟他们说，他们知道为什么你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吗？是的，我知道，其实在那里。我自己有多少有感觉到？你有感受到好像回到了曾经？对，但是我很酸，就是我很酸到不行，就是而且我可以解释每一个东西，就是为什么这里有这个，为什么那里那里有这个。我其实，在去的时候，我自己心里就很酸，就是我觉得是一种似曾相识。就当你回到那个北京长城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你曾经在那里住过、待过。我当时没那么明确。我只是知道这里是一个我熟悉的地方，那十之八九就是一定是我在那里生活过，我才会那么熟啊。在那样子的地方生活过，自己的状况也是什么好事啊？那里在和平盛世是不会有人需要我在那里，活在那里的人都不会是只会幸福快乐的生活，他就是非常辛苦，就是很无聊，然后打仗，然后就是真的是没有明天。就是其中还有一个人说他很会射箭呢、欸。为什么忘记那时候的乐趣？我没有忘记啊，是我会看射箭比赛啊。我不会，现在的我不会什么，但我会看，我看得很开心啊。我对于就是射标靶箭才是觉得很有这个点。我现在看现在这些人，就觉得不需要这么多给心的，就是这么多给心干嘛？就是不是就长这样，然后这样就好了。我没有忘记啊，我有记得。我小时候其实也会去玩那个。小时候不是有那种抢弓抢箭吗？都会玩。没有，就其中一个在半天空。你要不要跟他们休息和重测？休息和重测的国语意思？哎，就是离别、谈情、送别、告别。
我不是在，我们不是正在进行这个告别的动作。确实啊，可是变成我帮你翻译，因为你自己沟通，因为他们实在太杂了。所以你有多少思维跟你回来台湾？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不要一直帮你翻译吗？你有四五百个，我还帮你翻译到了天亮的。自己沟通吧。没什么话要说啊。其实你跟你的婆婆讲就行了，其他那边那些杂七杂八也是平安清净的。但是你想四五百个婆婆跟不健康才奇怪。没有什么特别要讲的，我觉得就是也没有什么特别好讲，就是。所以他们就会觉得，你看我主人都没有叫我回北京城去，你为什么把我赶回去？哦，不是啊，因为哦好，啊，我在讲你们是指这个你们对对对，就是你们，因为现在我跟他们在沟通，对，我觉得你们，没有我大概可以理解，就是现在已经是2016年。对，一个是已经过了很久了，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其实是，对，我大概可以理解发生什么事情，就是因为在破冰的世界里面，大家是兄弟，尤其在那种就是手边这样的，就是每一个人的怀里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像是书信或者对，是他们说你就像现在我们在追星，那这四五百个冰。在那个时候，就是把你当蔡依林。因为那时候呢，因为别人家没有女人，他帮我们去蔡依林。这种我们去蔡依林谈，而且是谈还不错的概念。对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当兵的，这是一个在古代传统练兵的一个坏事。所以，其实它导致了后来很多的兵的冤魂走不了，原因是因为所有死在那里的兵都是认为自己是为了保家卫国，为了保捍卫自己的兄弟。就在那里的所有人都认知我们是兄弟 ，OK， 包含我，我们是兄弟。所以当他们看见我们，他们认为我们是兄弟，我理解。所以兄弟为什么弃我而去？我理解。可是也没有弃我而去，就是转世投胎而已。不是，因为我死的地方跟他们不一样，他们死在那里，我没有死在那里，我是冤死的，我是离开了那里，在其他政治因素下冤死的。所以对他们而言，他们所守的是那一块地。所以当他们死了之后，他们认为他们依然必须要坚守那一块地，也因为这样，所以其实在那个朝代之后，基本上那个地方就已经不是一个坚守边疆了，他后来就被其他的地方并列，就是说我们守的那一段在后来因为太冤了，冤孽太深，所以后来的古建不是在他以北就是在他以南，就是那一段再也没有发挥过守卫的这个功能。那可是对他们而言，他们不懂，他们不能理解什么叫做皇帝死了朝代换，对他们而言，他们的家人、他们的家乡依然在那一段长城的后的南方，他们就会认为他们有那个责任跟义务，必须要谨守在那里，即便在千年之后。他们而且那个很可怕的一个观念叫做，因为他的子孙只要没有被灭族的条件下，永远都有他的子孙，所以他们要永远守在那里。可是其实这逻辑是不对的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西方跟东方的一个差异，在西方逻辑里面，就是血亲就是要死守。可是如果我们用西方边类的逻辑看，就是在经过千年就几年死到半都不行。可是这些事情一样道理，就他们是不理解，他们就觉得那不是代表我们子孙更多的吗？就我更应该死守在那里。所以我们要跟他们说 ，OK， 你应该要离开了，你应该要离开了，只能说你应该离开我了。你们跟着我，其实不会得到任何的好处，然后我也不会回去，我回去了也没有那个功能。可是我可以理解，就是你们想要守着你们的家，你们认为你们应尽的职责，那你们就应该回去好好待在那里。你们所认知的那个事情，在你们的心里是没有改变，那就去吧。你们跟着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帮助。那如果比较理性的做法，就是几条路：一个是某一些人听懂了，觉得选择 OK 要回去长城上守着，这是一种；那有一些人听懂了，觉得哦，对，所以我没必要守的，那我要。你去了，所以其实他们觉得你们在那里守着其实不好的，因为以前人少，人烟稀，然后现在哦，那边这几年来变成观光地区，所以呢人很多，而且大陆人一多起来，人是很可怕的，就是有一点阳过于阴。所以有一点我们要提，是这一批兵根本不在开放区，对，就是他们
所守的区域就是那个有一个空拍节目有拍，我又没有看，就是有一个空拍节目拍了长城有一个大段落是人走道，就是我们在下看到人，他们本来这一跳站出来的人都是那一群人，他们是因为觉得前面很热闹，然后就跑去玩了，然后就没有跑完来，然后遇到我们，所以其实这一整件事有点荒谬。这么好，所以你他们是在帮助他们。对对对，我在解释说他们怎么，因为他们也忘了他们怎么倒车，所以他们其实对于那个关有一点困惑，就是说我负责守的那一段可能刚好其实不包，我没有守到我去玩的那一段，我去玩的那一段不包我就是的，我守的是比较他们所守的那一段，所以他们会觉得他们应该要在那个地方。那我你那时他们刚好来了这里，然后要我，所以他们会觉得我要去看。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可怕的事情是，他们都不是的，我觉得不是，就是说他们都不是一个。他们很多是一只手一只脚一个脑子，是对，可是他们其实并不明白，就是自己为什么走到那个，是因为为什么？就是那个时候的战争就是这么的残忍，就是你可能就一颗炮打过来，就是什么都没了，就剩下一只手一只脚一个头，那这没有什么对或错，就是你依然可以使用一只手一只脚或一个头去守那个边站，而且其实是成功的。我坦白讲，其实那个策略是成功的，因为极大量的手脚跟头的结果导致没有任何人。人类无法在那里生存，他们的那个段落是没有人类真的，所以这里的确算是干净的。所谓干净是没有任何的外力可以再去入侵。其实这件事情也渐渐导致为什么说那个国界的难民会比较穷。那你们要继续多久啊？实际上现在的局势已经没走到了，就算你们不守在那里，那边也不会开了，不用担心那边开不了的，因为他们不需要开，因为你中国长城的长度来说根本不需要开，因为他们也开好工了。可是我可以理解一件事，因为无人机的出现对他们一件事是可怕的，就是有一个东西突然出现让他们不知道，而且其实常有飞机啊，只是飞机是没想特别近，所以他们不能理解。对，那他们把它视为炸弹，因为尺寸这样子，他们想那是一个炸弹嘛。Don't worry， 长城不会被炸掉，观光条件上也不会被开放，所以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，所以你们可以回家了，够了，就这样子，其实可以回家了。可是我可以理解是，因为在做兵的逻辑里面，要回家是要拿到一张类似，就是。有一个人要发一张纸给他们的，就是刚刚 OK， 你画你回复结束了，回家了。可是现在时代已经没有那么玩意儿了，就是我随便的说你们怎么着，就是可以离开了，就是可以不用再做一只手，对，就是可以去找一下最后要干嘛。而且其实你也是一个手一个脚一个头，一个是越做完是，他可能就是说这个 A 被炸成七块了。在那个年代，炸弹没有那么强，就是他不会真的被粉碎，他只被撕裂。可是他找不到啊，因为就是一堆嘛，他找到一个 part， 他就以为他只是那个 part， 但是其实没有那么全的。所以我当了一千年的手，所以这是一个误会嘛，对自己误会。没有错，这是一个误会，因为你认为你是一只手啊，那你怪我。你们已经不是一个头，一只手或一只脚了，然后那个朝代已经灭亡，所以那个皇帝不存在，那个君立也是失效。哎，这是第一件事。而且最重要是郡主不再是郡主，就是现在的一个在时尚的一个女才。对，因为他们的审美观里，瘦的才是美。对，其实你说的跟讲讲，大家就知道是哪个年代，其实很容易猜。就是时代也跟你一样，做事情就不会就是那样。然后你们误会了千年，但没有关系，现在还有这个可以，就是一只手一只脚或一个头就变，就是 OK 放你不再是那个样子，你们已经是一个完整的灵魂了。对，所以考虑一下要去哪。所以如果你进关系千年来走这一回，一只手变了一个将军，好，你们继续聊吧。那就是有一下，因为这将军很开心，好，千年走一回，千年来跟着郡主回到中华民国，然后现在回去内陆变成一个将军了。他们是为了保家卫国而去的。我不是啊，我是政治斗争下去出现的。我是我的爸爸与皇帝吵了一架。所以为了要赔罪，必须要有一个人被送去边疆表达忠诚。那因为我的爸爸没有儿子，所以就只好留着儿子旁边的前往。我的工作里面其实有环节叫做国定军心。国定军心最好方法就是什么？让我的兄弟们跟我们长期在一起，所以他不会留你，所以你骗我们吧？对，是，我骗他们。他们问我会不会跟他们有一次所在那种，我说我不会。那我真的不会，因为我没有办法，因为今天那个是一个军令的问题。只要军令，后来的事情发生非常简单，就被调断了。就本来想这段嘛，想到后来一个程度，他们为了信任我，像现在这样，他们那么的信任我，他们只听我的话，所以对于皇帝而言，这是个威胁，是个威胁，所以我就被调断了。我被调去了一个手，就断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他们对他们而言的疑问
有危机。我死在本本也没有长，我死在长城的另一段更西段的地方，就是他们在大概在就是从西到东嘛，那我们现在看就都是东段，他们在中段，我已经换了中段西段。那西段其实本来就是比较旱的一个区域，去的时候不知道我们会死在哪，对，那只是说我死的比较惨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们就是我是被收入之后才死，也有人提问说那我怎么回去帮忙？就是有，因为在我那一世死了之后，其实没有那么快有投胎的机会，其实没，因为那个时候的动乱非常的混乱，而且其实实际上在那一世应该活久一点的，对，那真的是一个意外。但是我当时也活到86岁的话，我可能其实26、36就死掉，所以只有大概漂泊了40年，有这么长的一个时间。那那40年里面，其实我很常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待在长城的那个地方，因为那个队伍里面有几个人是有通灵的能力的，所以我可以多少给他们一点帮助，就是每年要干嘛的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得比较远嘛。对呀，跳高就可以。因为你不会看得远啊，而且我跳得高啊，对，而且我喜欢跳高，所以我本来就没事就跳得特别高。就我大概多多少少有给他们一些帮助，其实这可能也是我一些将军后来觉得很感念的原因。对，因为其实多多少少能够在那个时间里面，我缓冲了一些弟兄的死亡的时间。可能也因为这样，所以会有一些人觉得说，所以你是跟我们在同阵线，就毕竟真的大家兄弟，真的是兄弟一场，兄弟一场。他们在打仗的过程里面，的确是获得了信心，获得了自尊，所以他们愿意去相信守在长城是荣耀的，要有用的，必要的，有用的。对。所以我觉得这很可怕，是因为每一个朝代的结束都没有人去那里喊解散，所以其实那里累积的其实有点惊人，那里累积了很多，只是然后朝代也不同，其实他们有时候自己还会打架，这才有趣，因为他们是不同朝、不同代，他们会打。他们会有他们打仗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。那这一票400人其实有趣的地方，是因为他们死守的那一段，守后来没人敢碰，有鬼被他们打到鬼被迫在碰，所以那一段是有名的凶段。那一段本来就是难守，那一段是有名难守一攻的段，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强的一票，把那个守得很漂亮，很好，就是其实是很强。他在活着的时候，就说不能说他们是神。为什么叫他是鬼呢？因为你们就不是神呢，奇怪，你们要跟菩萨说，不是跟我说。在我们的世界里面，没有人祭拜的对象就是鬼。有人祭拜许愿，而且会协助他如愿的，才会被称为神。而且还会有一些人，还有一些东西是半神半鬼。你们待在那里，你们没有如任何人的愿，你们就是鬼，就这样。不喜欢跟菩萨说，不是跟我说，没办法。好东西，好不好？但不要叫他是鬼。好弟兄，有好弟兄们，那他们就是一票很强大的弟兄们，没有错。所以他们的执念一定比一般人更深。在战争时代，要能够活下去的都是执念深的弟兄。而且因为在中国不信神，不信佛，其实他们很难住。我觉得是一种，就是因为以前他们所存在的附近的村庄，对吧？因为他们附近的村庄是信这件事，他们相信。然后那个村庄里面曾经有个小孩看过，就是看过英勇的战士，所以在他的节目里面，他们会觉得这是那些好，这是好兄弟，好的弟兄，然后你就会去拜。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很简单，就是重点还要大喊双跟脚同用。对，手上就是想离开就离开啊，想留着的就留着啊，然后你们已经不是手脚同用啊，你们自己有身体。但是不要再让自己那么辛苦。还有信菩萨说，现在回到大陆去了，大陆开放观台，所以他们投胎的才快哦，快很多哦。啊，但是我知道有些是有些人疾病不想投胎，有些人想要避开这一波，就不想当人。OK 的，那你就你可以先。你真的聪明，有进步，对。哎，有进步更好。不想要当人，想当树。我到当里面有人有发生，就是想当树的，想要做斋，因为这一波只有砍树没做树。可能再过个20年，会有一波树潮，树潮。那如果这方面没事，剪片换换去啊，但不要再跟着别人了。想留想走随你便，因为重点是因为已经不再是一个兵了。朝代灭亡，国皇帝死亡，将军解散，你们是一个人，你们拥有自主的意识，你们可以决定自己的去留，你们可以决定自己离开的时间。虽然现在你们都不是人。
但是至少你们可以不是手，不是脚，不是头，你们至少是一个完整的生命样模样。对，那这个完整的模样你可以自己的选择，因为有一些人说我变不到童年模样，我确实也开始做。可是如果你想要变回小孩模样，再回到你的身边去走一走都可以，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对，你过去本身还存在，只是现代人没有办法看到你的存在。没错，也是不开放提问。然后你们家主席说你干嘛还拜拜，不然呢，不是要走吗？不走不是应该告别拜拜吗？我没有说再见哦，拜拜的意思就是不再见了，拜乐趣哎，不一样，拜拜跟再见是截然不同的，再见就是 see you next time。 可能你们家的主席不懂英文吧。哦好， see you next time 就是我下次要再见你，但这一群我都没有要再见，拜拜不见。你们家主席说拜拜不就是还在见面吗？拜拜不见，哎，你们逻辑不一样。对，拜拜是不见，就是不见喽。好，大家就是路上一路上风。原来是穿越回到过去，没有，只是去在那个这一次的现代，把千年的带回来。